当生物课玩恐怖游戏。快点，不然主人要回来了。你试一下你手机号，可能就开开了。他这个周围应该有线索，我看一下啊。哎，你再看一下那个桌子。哦，这个是。不但重复铭记在心，我们已经结婚7年了，我供养着4个人，在我回家的时候，他仅用3个月就毁掉了一切，又只剩下我一个人了，一个人的家庭。我知道了，吓死我了！你知道什么？我知道密码了，这段文字包含的数字就是密码，也就是7431。哦，开了，是吧？哎呀，真不愧是工藤老弟呀、啊！就这，哎，这怎么开？哦，开开了。哇，哎，那个什么？哪个呀？哦，这个呀，这个就没办法。我操！你这个没胆的柯南！彼此彼此。哎呀，你一直动了。哎呀，慌什么呀？别怕啊！新的风暴已经出现，怎么能？哪儿呢？哦，照他！你们闪那个闪光灯，照妖镜，照他呀！照他！你点力，你照他！他怕闪光，他怕灯！别过来！照他！牛皮，他跪了！